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孙立军。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不能前往，请允许我用这种微视频的方式发去我的问候。首先呢，祝贺第18届釜山国际环境艺术节圆满成功，也祝贺我们的获奖选手，也祝贺我们所有热爱环境、参与这次艺术节的全体的师生们，希望包括艺术家，包括我们世界各国的创作者们，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在这次大赛当中呢取得好的成绩，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中国，来北京电影学院，我在此热烈地期盼着各位同行的到来，谢谢你们。